交换经验，脚与被脚。文：犹太女王和男人一起坐巴士，上层后座是最好的选择。今天的男伴是某地下乐队的吉他手，对于玩乐器的人总有种狂野而卑微的占有欲。巴士开动后，手由拉链位滑到大腿内侧，深入牛仔裤的破洞里，手指在他大腿温热的皮肤上盘缠着，逐寸逐寸向上挪动。深吸一口气，快要接触到那迷幻的骚灵，一切狂热的泉源屏住呼吸，也就在我手上，唇靠近他的耳，舌尖挑弄耳垂，轻轻的啜吮，也醒来了。那强硬的威严教我像封建时代女子般低头顺从。巴士停站，手不舍地放回膝上，再次开动，小腹一阵冰凉，是他右手上的指环，指尖四处游窜，是上还是下，瘙痒像虫一样爬进我的大脑，蚕食了思考。然而我仍记得要紧咬下，免得叫出声来。他长了茧的手忽地扯下围罩，掖着浑圆的半球，一直被隐秘保护的地方，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被攻占，羞耻、快感互不相容地交织着。窄小的鼻孔无法承受这般激荡，只得松开唇，转而用口呼吸。他用力地捏搓，似乎在捏着一只别人的蜜桃，不打算吃掉，所以即使是捏坏了也没所谓。失落地望向窗外，怎么了？一股暖气喷到耳边，我皱着眉望向他，那粗野的动作却没有停下来。冷漠而贪婪的混蛋，他另一手抓起我的手，帮我伸向他下面那微微凸起的小丘。我的手趴进拉链，细细的抚揉、套弄，耳边是他磁性的声线，好热，好湿，连吞口水的声音也听得到。那就是时候了 ，Fuck you！ 他双手捂着被我捏痛的下体，兴奋大叫，前座的目光唰的聚了过来。我再次望向窗外，强忍着笑传出短信 ：Come and baby。不过我要在上面。